即係國家嘅發展去到2049最少，咁所以佢同七個人去集權力啊，即係嗰個九分一同埋七分一，即係當我哋一齊食披薩咁樣啊嚇，喂，我分做九份，一人一份，佢得雞卵咁多，咪七塊。最好嘅一塊啦，我食曬啦，但係冇計啊！哇，好多角力，咁我都要釘幾塊啊，互相招呼下噶嘛，同埋唔可以啲煙覆得咁勁啊！咁所以，我哋嚟多次啊，睇一睇，又請大家落足下力咧。呢個係我哋辛苦大家少少睇一睇，即係2012同2017究竟發生咗啲咩變化？使唔使睇多次？定係 OK？ 嚇 ？OK， 好，睇到咩變化？五年瞬間有咩變化？2012年咧，李克強出嚟嗰陣單字手，起定咧單字手，跟住完全冇動作。係冇錯嚇，冇錯，大家都睇到呢一個好緊要嘅變化嚇。大家需要去解讀中共領導嗰個身體語言，呢個係反映咗成個遊戲玩法。2012咧，當時出嚟嘅時候，仲有所謂集美體制，就係承襲胡温新政底下嘅胡温體制咁集美體制。當時仲有一啲叫做所謂李克強經濟學嘅嘢，慢慢咁樣整出嚟係嘛啊？咁你睇佢出場嗰兩個人咧啊，即係相對都係雙箭頭咁樣，當然一個高啲啦嚇，咁一齊揮手，當然個大佬揮咗，個二佬就跟住喺後面啦。咁咧。其他嗰五個人咧係完全冇揮手嘅，我哋睇曬所有片，其他人係拍手嘅。啊，今屆咧就阿習，只有阿習咁揮手嘅。啊，李克強咧佢啊全場佢都係相當謹慎，甚至滿頭大汗嘅。啊，我影咗張相出嚟。啊，咁啊淨係拍手嗰、那個面容各樣都有啲拘謹嘅。啊，咁。五年間的變化是什麼呢？五年間就是李克強沒有了歷來總理應該有那個經濟大權，所謂就是中央金融工作領導小組，以往由朱鎔基、溫家寶都是總理去揸的，他有那個整個經濟的一種就是即是可以說那個就是管治權，經濟那範是他的啊，那個總書記是信得過他的啊。但是今年大家都知道啊，這個其中有一個所謂大陸嗰個暴力救市有個負債各樣，咁成個股市嗰個情況，內地係以呢一個所謂中央權威消息人士連續發咗六七篇文去扮所謂李克強對經濟 L 字型經濟嗰種解讀啊，咁嗰、那個即係集理之間嗰種。所謂由集理體制變做集一人獨大嗰樣嘢咧嚇，從呢個情況就即係完全反映到出嚟嚇。好，咁我哋繼續。好啦，咁我哋咧跟住就講咗啲 A、B、C 之後咧。輪到講呢個習思想係乜啦？我簡稱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係咪十六個字啊？我記得係十六個字啊，佢都幾勁，知點解勁？多字啊！佢勁在長過曬人哋。真係㗎。即係我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啊，
我噏出嚟，即係殺曬你嘅呢、這個。咁習近平2012年上台啦嚇，咁佢背後係有一班國師喺度嚇，包括呢啲即係王冠啊、丁船祥啊等等嘅唔同嘅人。啊，頭先有朋友喺度講嚇，聽到佢提呢、這、一個即係所謂人類命運共同體啊，覺得幾好嘅一個 concept 咁樣。係咪佢先搞出嚟背後嘅嚇？咁其實每一個領導人佢哋上台嘅時候咧，後面都有一啲國師，就係將佢平時講嘢啊，平時嗰啲文章啊，各樣當然係有寫手啦，將佢變成一種理論。當我有咗自己嘅理論嘅時候咧，我可以主宰到未來嘅一啲即係執行嘅方向。咁係有一班人同佢猜嘅，咁嗰班人就係即係其中一個比較偏啊，依家成為咗政府常委嘅就係黃冠明啦。啊，佢有幾朝嘅國師。由呢一個嘅即係三國代表啊，江澤民嘅時代啊，到胡錦濤嘅時期，科學發展觀都係佢幫手去踩啊。咁一開頭上面喺度傳啊，究竟係用一個咩嘅 phrase 出到呢、這個即係習近平嘅理論咧？咁樣啊，佢嗰個主張咧咁一開頭官方嗰、那個講法係咁。習近平總書記係連重要講話精神嘅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都幾全面。習近平總書記係連重要講話精神嘅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哇！呢抽嘢水蛇春咁不停咁樣出現喺呢啲報道嗰度啊，咁而大家係要不停學習嘅喎，即係所有呢啲單位啊成啊。咁啊，跟住後面嗰班國師咧，就有呢啲真係嗰啲專攻嗰啲小組，一齊喺即係呢啲工作室嗰度咧，啊點樣猜習近平嗰個主張出嚟咧？咁啊，曾經嗰陣時係咪出到呢一個習近平思想咧？咁樣咁，但係習近平思想咁又係習近平思想啦咁樣啊，咁你好似即係太唔尊重老祖宗喎咁，咁唯有佢又要。變下變下，最後咧就猜咗呢一個腔字出嚟嘅，啊習近平新時代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啊，嗰、那個 keyword 都係呢兩個啦，啊習近平同埋新時代啊可以所講嘅。咁歷嚟呢啲嘅即係個黨章修改啊，頭先我講話點樣仲要打生打死，一定要將啲嘢。寫入黨章的嚇，嚟到去將嗰個未來即係中國嗰執政，你可以 define 呢啲嘢嘅嚇，好重要嘅其中一啲 benchmark 或者嗰啲即係時間嘅即係節點啦嚇，就譬如話嚇毛澤東思想入黨章啦，啊做到指導思想啦咁樣，林彪做接班人入黨章啦，啊咁啊捧到佢啦嚇，一個偉大領袖，一個就點點點嚇。跟住又刪咗佢做接班人啦。跟住咧，譬如十二大嚇，依家搞改革開放啦，咁各樣嚇。咁每一個領導人都好想寫入去。第一就係我在位嘅時候，我用呢樣嘢，即係好 powerful 啦嚇。第二就係我走咗之後，你都要受到我嘅一啲約制嘅制約。咁你可以睇一睇。呢幾位領導人寫佢哋嘅指導思想及黨章嘅情況，咁啊毛澤東基本上咧，佢用咗差唔多幾多年嘅時間啊，括弧就係佢由即係掌到權或者即係正式被確認到權力底下，到寫入思想啊，用咗幾年。毛澤東遵義會議底下即係被確認啊，到佢個思想。入到黨章十年，鄧小平七八年復出啊，到佢個理論由江澤民幫佢寫入去，唔係佢自己在位嘅，佢哋其實都有少少點講咧，唔係咁好啦，自己賺自己啊我面上貼金啊，即係當譬如點講啊，當我依家有個女炳權重要思想。咁我喺度讀三個鐘頭報告喎，我不停講
吕炳权重要思想就是我们的方向，吕炳权重要的思想就是你们要学习的地方，吕炳权重要思想就是乜乜乜乜，咁佢哋有些少的羞耻之心，或者自己弱智化之心，所以佢哋即使佢著作咧都尽量基本上不会在我任内嗰度去搞，退咗先搞啊。咁啊，邓小平佢当然够晒级数，佢要推一样我任内要写改革开放啊，写我邓小平理论入去，佢够晒 power 局去做嘅，但系佢都谂下唔好太国崇拜啦，都系喺呢样嘢都横掂都写啦。由後世寫入去咯，嗱，之前佢都寫咗嗰、那個即係改革開放嘅一啲方針啦，只不過冇將我名加入去啦，得，佢都有一定嘅謙遜啊，十九年，江澤民啊，由六四臨危受命上台，三個代表入到思想十三年，啊，胡錦濤基本上等咗十年啊，十六大上咗去，啊，科學發展觀先唔係成為嗰個指導思想。是一個大概即係一個大的方向，到第二個任期佢走的時候咧，先至成為一個指導思想，分咗兩步走啊！佢都知道，喂死啦！我佢會咁話，我依家做啲嘢，我呢五年係好有影響力。我依家做，我又未夠權威，一嘢入去咁樣，一嘢寫到最盡啦，所以佢就兩步走咁啊！大家見到習近平係五年時間搞掂。咁呢、這個你睇嗰個時間之快啊，係顛覆曬咁多位領導人嘅往例啦。啊，同埋佢同呢兩位有咩唔同啊？胡錦濤、江澤民有咩唔同啊？習近平係灌到明啊，其他人係冇灌到明入去呢兩位啊，佢哋都。將自己的定位咧，哇神台級嘅，毛澤東、鄧小平神台嚟嘅，唔喐得嘅呢啲。我咧係佢神台坐嗰度，我坐呢度好啦。啊，但係習近平神台啊，我上埋去啦。佢要上埋去啊，所以咧嗰、那個冠名嗰下係好緊要啊。你諗下，江澤民都有。後來也有一定的影響力，都某些程度他都算是一個時代的，胡錦濤只可以算一個時期而已，有人說胡錦濤是虛君來的，都十年他想放自己的名字放不到他都不行，他一下子放不到下去，是一個幾phrase 到佢係鄧小平理論啊，即係sorry 係九七年啦，但係啊，我簡單講佢係即係叫鄧小平理論係啦咁樣，但係所有嘅文本出到嚟都叫鄧小平理論。係啦，呢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咧，其實就係呢個江澤民幫佢手咧。去令到佢個即係因為當時大家記得鄧小平南巡之前啦嚇，就住嗰個改革開放咧有大量嘅爭論啊，就話你係咪走資本主義啊，啊係咪背離呢啲即係傳統嘅社會主義嘅思想啊咁所以當時咧鄧小平就話即係喺呢個社會主義都可以有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入面都可以計劃咁啊，跟住。江澤民就幫佢，不如就叫有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理論啦咁樣啊。咁但係咧喺所有嘅嗰個文本上嘅反應咧，基本上都係叫做鄧小平理論噶啦。啊呢一種其實都係深藏四個字就係改革開放。冇錯，係啊，呢個我就係喺稍後嘅時候都會講到噶啦，即係我哋睇到個表象係咁，呢位朋友好好，
點解佢可以咁啊？呢個係我哋要問嘅問題。而佢可以咁之後會係點啊？呢個係即係超越咗自然嘅問題，我哋一間會落到去嘅啦。咁我哋要問啊，乜嘢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共產社會主義思想啊？有冇人可以講得出啊？我估我問林鄭月娥啊，或者問大陸啲官員有啲講，係請不才。O K， 仲有乜嘢系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乜嘢？超級集權啊！超級集權係公民威權思想，係乜嘢咧？大家咧就要翻去睇十九大嗰個報告啊！其實係需要望一望嘅，我覺得都好啊。咁佢呢個係乜嘢咧？我簡單大家講，佢咁樣講嘅喎。我相信咧喺特區政府或者大陸嗰度咧，冇乜人可以簡單一句説話講乜嘢係習近平新時代思想啊。咁佢咁講嘅喺十九大報告嗰度，佢呢個思想個準任務就係社會主義現代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啊！2049嘅時候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嘅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啊！佢提出一個新矛盾啊，就係唔再係即係呢啲舊社會發展嘅矛盾啦，係人民日益增長嘅美好生活需要啊！我哋即係過好生活，簡單講啊，同埋唔平衡啊、唔充分嘅發展啊，就即係從嗰個温飽層次去到一個比較中產嘅層次，覺唔覺啊？有冇咁嘅 feel 啊？個新矛盾係佢個佈局係五位一體啊，就係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啊、生態文明建設四個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佢呢個新時代思想要兩步走，首先就係2020年、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啦，跟住咧到呢個黨慶國慶嘅時候咧。百年嘅時候就變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嘅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咁而佢呢一個習近平嘅新時代思想咧，有14個綱領嘅。大家如果唔介意咧，我就簡單讀俾大家。14個方略嚇，呢啲叫14個方略。第一咧就係。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第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第三堅持全面深化改革，第四堅持新發展理念，第五堅持人民當家作主，第六堅持全面依法治國，第七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第八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第九堅持人和自然和諧共生，十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11堅持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12關我們香港事，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13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14堅持全面從嚴治黨。那我想問大家，聽完這麼多之後，什麼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新在哪裡？我估我哋問聽咗呢個 talk 嘅林鄭啊，即係聽咗蘭蓉啊呢個中央十九大宣講團啊，佢講嘅，佢都未必答到。聽咗三個鐘，新喺邊啊？剛才講的那些有什麼未做過的？是的，那喂，這些什麼依法治國從嚴治黨啊，什麼人民為中心啊，是不是今天昨天沒有做今天做的？
這個呢我相信是、香港和大陸的朋友都答不清的問題、啊、不過坦白說他如果從那個表述上有一些新的東西的而且確有少少新的東西首先就是他這個就是將那個、生活的境界邁向一個比較中產的那個層次第二呢就是即係呢種邁向即係呢個兩個一百年嚇嘅、啊、第二個一百年啦嚇、啊，新中國百週年國慶嘅時候嚇，佢、啊、要做到用即係由2020至到2050咧嚇，有30年噶嘛，佢係劏開一半，15年第一步，15年後就係第二步嚇，佢、啊、咧第一個就係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啦嚇，嗰、啊那個就係講。即係呢啲收入啊、基本嘅制度啊、各樣嗰啲，到啲嘢咧就係、是、一個超級勁嘅強國啦，嗰啲咁啊，咁係一個比較清晰嘅目標去邁進嘅啊。呢、這個以前冇咁樣講咁樣嘅兩步走，不過雙百咧兩個一百年咧啊，以前啲領導人都有提過啊。我喺即係明報文章講咧，即係早到江澤民時期都已經有提呢、這、一個即係兩個百年噶啦。人類命運共同體咧，胡錦濤都有提過啊。咁但係即係再 rephrase 到佢變成咁樣咧，就係、是、佢真係咁係有佢咁樣嘅諗法嘅。咁另外就係、是、啊呢一樣嘢咧，亦都係新嘅。頭先同學啊，我讀對上翻嘅話。朋友提到，即係共產黨嘅獨裁啊！呢句説話，黨政軍民學，東南西北中啊！我哋廣東人講，佢哋上邊就講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你估呢句説話邊個講嘅？邊個講啊？啊，毛澤東啊，毛澤東講啊。咁當時仲係即係戰亂時期啊，即係啊，就發覺喂。即係乜都我哋搞完曬啦，總之類似軍管嗰種咁樣啦，黨管一切。咁呢句説話好似好即係口語咁樣啦，即係唔係一個好嚴謹嘅規例啦，係咪？講嘅啫，喂，咁梗係啦。咁譬如我講啊，穩定壓倒一切啊。譬如我講，喂，食飯大過天啊。咁當我講呢啲説話。這句說話入了黨章，寫入黨章，這個也都是即習近平那個的創舉來的。我們講到這個所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其中有一個中國特色呢啊！啲紅二代開過討論會嘅，以前喺集即係好即係仲未充分集權嘅時候咧，佢開過啲討論會，佢哋傾咩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啊？就係一黨專政，呢個就係中國特色啊！咁所以從頭先呢一句説話寫曬入去黨章啊，黨領導一切啦。這個就是我認為是習近平新時代的個思想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元素，他是管得很盡的，他是會、認為包括香港問題是前排我記得哪裡的環球時報的新聞，就是香港管得緊才出事、所以那個理念是完全不同的、那個、即基本習近平、那個今次的十九大我認為、很重要的那樣東西，當然他有即剛才我所說的那些各樣的表述、怎樣即、四個全面、怎樣的、兩步走、這些是、的而且確一定即國家是會有一些進展的過程啊、不過這個黨說了事，黨政軍民學、宗教什麼東西都是他管的，
甚至即係呢啲中外辦學咧，以前都可以，譬如有間美國大學，有間英國大學，中國成立分校，咁都可以，即係覺得你都係外國人開嘅學校啊，唔使成立黨組嘅。啊，依家要你要成立埋黨組，啊，三個共產黨唔可以成立黨組，而嗰個黨組嗰個負責人咧係你嗰、那個我唔記得佢叫校委會定董事局嘅有黨權決策嘅人嚟嘅。啊，另外國家隊去買所謂騰訊、阿里巴巴嗰啲話要入股入去啊嘛，啊，佢係入股好少，但係佢嗰個叫做我記唔到嗰個 term， 但係佢入咗股好輕微嘅部分，但係佢有一票否決權，啊，最重要就係一票否決，啊，呢、這個佢係管到好盡，佢擔心各個環節有咩漏洞，咁嗰、那個大家睇到即係集嗰個嘅集團同埋佢我同內地有啲朋友都吹開啊，咁佢哋會覺得就係依家上面嘅形勢底下，冇一個咁樣嘅強人啊，我哋認為佢獨裁，冇一個咁有能力可以掃除一切障礙嘅啊，即係所有嘢我都唔怕噶啦嚇啊，我大就真係我有絕大嘅政治能力去推開呢個改革，如果唔咁樣嘅話咧。中國就前進唔到㗎啦，即係有啲咁樣嘅人認為啦。啊，當然亦都有啲人認為係，譬如以啱啱北京嗰個低端人口個火災啊呢、這個事件啦。蔡奇啊，國事委書記，佢認為自己係啱嘅。啊，一般人亦都我估相信佢都係睇到啲安全隱患，唔想再燒死十幾個人嘅。啊，需要做一啲嘢嘅。這個是需要做的，但是即你雷厲風行這樣上面殺到下來落了個指令趕無赦，不要給藉口我什麼台工什麼剩全部不用留下指標，麻煩逢親這些不合規格的公寓城中結合部各樣的全部清退，至於怎樣安排那些你們搞定啊！咁你數以十萬、數以萬計嘅人口喎，你一時間即係你真係容納唔到，同埋上面殺到落嚟咧。其中一個好緊要就係、是，即係十一月十八號一場火啦，11月10日有另一場火，嗰場啱啱喺機場附近燒嘅，喺順義啊，特朗普嗰日走緊啊，咁所以就出咗明報報導話，習辦要去問責嗰個蔡奇。這把火是燒給誰看的？有一句這樣的說話，即是這樣問我，哇 你做那個蔡奇坐了6个月市委書記的，哇你聽到五腳手騰腳震死了大佬，哇那場雖然他官方沒有披露那個死傷人數，但是即都挺冒煙啊，什麼成事後都成即有一個什麼1110的火災事故這樣的，啊，我們有時說集權、雷厲風行、黨線領導一切的咁樣，某些程度上是可能行得通，但是當呢樣嘢係衝昏咗你嘅頭腦，我哋唔能夠即係好似為人民設想啦，考慮一啲唔同嘅程序、法律啊、人民情況，當喂我哋咁樣清空清退，法律上係點㗎？應該個程序成個預案嚇，可能就係清退要有一個星期通知，亦都要有篩出邊啲困難户唔掂嚇，提供幫助有點樣嘅安置地方俾佢，亦都要調動嗰啲 NGO 出嚟幫手咁嗱，呢啲我相信今次係冇足夠咁多。甚至連那些 NGO 出來說要派東西吃幫他們安排去住都被人家送到，那個即官方那個執行以至需要在法令上一掃清那個即這麼強的要求呢，
啊，係即係影響咗成個最後啊呢、這個政策嗰個執行嘅效果啊。咁如果即係官員唔能夠去考慮多啲嘢，淨係黨事領導一切的相當強勢。而黨事領導一切的咧，仲有一樣嘢就係佢哋有時會講嗰個專政。專政咩係專政？我哋而家中喺中國憲法嗰度寫咗，我哋行嘅啊呢個即係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咧，係行人民民主專政嘅喎。嗱，佢講我哋頭先講咩誒富強和諧啊、文明啊、咩民主啊，嗰個民主就係人民民主專政嘅民主，並非西方式嘅民主。嗱，咁乜嘢係呢個人民民主專政咧？嗱，個專政係乜嘢咧？係咩？那個專政就是說當黨和國家認為有需要的時候去做一樣東西的時候、就是去清洗某些的敵人行為等等，它可以超越法律、超越法律就是代表專政。大家記不記得、林文基先生、上次地回來開個電影會、他說那些這樣的就是國安或者公安人跟他說，我們現在是對你實行專政、那個專政為什麼 他要這樣說這句說話呢？可能、林文基有各種的要求、就著法律上的一些合法的權益、聯絡請律師、人身的一些自由各樣的東西、那個人如果這樣說，我現在對你進行專政，即是有一些東西你是不採訪的，有一些東西我是可以簽訪的，這個就是這樣的東西、都說了整粒鐘，我們 take a break 啦，大家都會唞一唞。我們呢北京資深記者高瑜這樣說，答案是他，他說在習近平那個腦海那裡，他當然就不敢看這個爹哋的問題，他怎麼看在他十八大之前這二十多年發生的事呢？就是由鄧小平、當鄧小平這個八九、到二零一年這二十三年，他是怎麼看呢？他就說在紅二代那些圈子那裡就是這樣說，他首先認為這個江山，正如陳雲所說，陳雲就是這個就是元老啦，當時在八十年代就所謂有雙峰政治，就不是黑黐的雙峰，而是兩個山峰 double peak 雙峰政治，那個雙峰當時就是一個鄧小平一個陳雲、基本上那個中國的政局他們兩個相當主宰、陳雲有所謂鳥籠經濟的一個就是大師這樣、很多那些經濟的、一些主張是在他那裡出來，所以他就要改革開放和鄧小平有一些的角力，是一個總之一個相當有分量的人物、可以和鄧小平去雙峰到的，匹敵到的、當然他就不會說怎樣跟鄧小平搞他下來的那種，我指就是、就著改革開放的一些主張的路線上應該怎樣 tune 那種的東西、陳文這樣說的、這句是程翔、前輩、在內部的、東西那裡找出來、他有公開寫、陳文這樣說，江山是我們打下來的，因此繼承這個江山亦都應該是我們的後代，所謂打江山坐江山，他這種說法不單止是說共產黨人的後代，還是說打江山那幾個共產黨人元老革命先烈的後代，你去到那個層次沒有，你是不是這些神台位還是你是地底泥位？
你係要打江山、拋頭顱、灑熱血嗰幾個開國元勳啊。雖然啊，習仲勳未去到咁高嘅層次，但係佢即係亦都有人話佢係呢個開國嘅元勳。你去到呢啲，你先至有資格同我講坐江山。坐江山八千幾萬黨員，唔好同我講笑啦，唔係屬於佢哋噶。啊！喺呢種講法嗰度，個江山係屬於呢班人打咗江山嗰班人嘅後代，一、二、三個個後代。啊！所以高原就係有一種咁樣嘅睇法，就係話啊，喺紅二代圈子流出嘅習近平對於過往嗰23年。認為中國的江山落入了在他人的手上，江澤民、胡錦濤不是真正的根正苗紅值得繼承江山的人，他們是誰？江澤民，你頂多上海去當時應對那個六四，或者這個王朝有一定的能量嘅人，啊，臨危受命嘅，啊，唔係咁樣出呢件事都未必係你，啊，你係一個即係時勢做英雄嘅人。胡錦濤啊，有傳啊，胡錦濤點樣上到去咧？嚇，啊，所謂有隔代恩典鄧小平啊，其中一個講法啊，我無法證實定係點，但係有圈子上有咁樣嘅流傳，我姑且俾大家參考。頭先一開始我講到鄧國光啊，喺我唔記得係咪清華啊，俾人困咗喺間毒化學嘅毒房嗰度，有毒嘅物質嘅房嗰度底下，佢自己唔想俾人哋整死佢啦，佢跳樓跌落嚟。有傳就話當時好危險嘅時候，冇人去救鄧國光。去救肯用個板車定係各樣送佢去醫院，其中嘅一個人就係胡錦濤啊。當時甚至一啲即係好 dramatic 嘅情節，我冇辦法證實，但係有人咁樣講啊。鄧國光問咗一句：你叫咩名？胡錦濤。咁從此啊，即係當然胡錦濤亦都有自己嘅一啲工作啦嚇。即係唔可以否定佢任何嘅工作底下扶一個廢帝上去嘅嚇，唔可以咁樣諗。佢有自己嘅工作底下，亦都有一個咁樣嘅舊和新方方嘅傳聞，特別係陰陽亦都去祝福呢一個後生仔啊，成為咗一個相當後生底下嘅，即係上到去即係直接上位，坐足10年啊，先至上到去嘅啊。咁所以呢一種，如果按照陳雲所講嘅江山，我哋打落嚟繼承江山係我哋後代呢種諗法係真嘅話，習近平就係呢種諗法底下，佢覺得呢23年。落入咗呢兩位唔係根正苗紅嘅嘅手上，我哋嘅江山盡失。我哋紅二代有啲咩？喂，佢哋何德何能啊？團派啊，所以後嚟話高位截肢佢啦，未用過咁樣嘅詞彙嘅，話團派共青團，話佢廢到係咩？高位截肢啊！真係未聽過一啲咁樣嘅形容詞嘅，就係話佢你廢㗎啦你啊！我成個身體，我只腳我唔係斬下面嗰度，我斬到上嚟呢度啊，斬到落盤骨啊！咁我只腳我點形容佢啊？呢只腳廢到七彩啦！啊咁樣㗎，即係搞個共青團搞到咁樣，當然跟住另計劃啊，其他各樣一定有啲野心加顛覆家嘅，肯定有㗎。但是我們看到有這樣的清晰江派，你看這些周榮康啊，郭伯雄隨後兩隻軍的大老虎呢，
都係江澤民嘅，周永康都係江澤民嘅親信。咁你見到成扎呢啲派系嘅大清洗，同呢一種紅色江山落入咗他人手上，虛耗廿三年啊！呢啲咁嘅講法可唔可以匹配到咧？我覺得即係交俾大家去判斷啊，有佢嘅可信性，亦都即係我哋唔係佢肚嗰條蟲，點可以咁樣估咧？亦都有咁樣嘅反駁，但係呢個我自己幾相信習近平係即係認為自己作為紅二代坐江山嘅人，係應該做到一啲佢哋其他人做唔到嘅嘢啊。其中呢兩個100年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啦，佢哋係即係當係一件頭等大事去做嘅啊。當然，我相信即係一個咁宏大嘅計劃啊，實會有啲好處就會到出嚟嘅，包括即係我哋嗰個嘅經濟會提升，生活會改善啊，亦都會脫貧，國際地位會有所嘅提高，各樣一定會有嘅。但係當我哋開行呢啲機器嘅時候我哋中間呢啲決策過程我哋中間係咪真係即只係為人民設想啊？應該話會唔會咁為人民設想去做呢啲咁嘅事咧？嚟緊嗰個即係習近平去諗呢兩個一百年咧，最重要嗰個一百年咧係2011年呢一個共產黨當選100年因為呢、即係我哋喺即係國內嗰個政治咧，黨永遠係行先於國嘅我哋所謂黨國體制任何人拉咗反貪嗰啲咧，先去黨紀負責，先之後咧先至講國法，所謂有黨紀國法咁所以呢兩個百年大慶咧，中共嘅百年大慶同埋新中國嘅百年大慶。首先從嗰個黨行先咧，這個第一個一百年一定係習近平頭號人物。第二就係呢一個2021咧，係佢在位嘅時候嚟嘅。去到2049嗰陣時咧，習近平就係90幾歲嘅啦。咁就即係嗰陣時佢已經垂垂老矣啦。所以佢能夠最大能量做到嘅呢個2021呢個重大嘅關口咧。他會做到就是中國在各方面經濟、軍事、外交、港澳台頭難要搞定，而習近平我們現在就是順勢落埋去講那個香港港澳的問題，習近平一直有一個情意結的香港，他作為2007年咧嚇，叫做國家副主席，當時就接咗這個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這個職務，分別係交俾佢。咁2011年佢上台，但係香港發生嘅事一波接一波，一個難攤事喺佢任內一路收唔到，有內地嘅人一啲政府消息的人有說過，就是在內地的這些省市的領導的圈子對北京處理的香港的態度都有微言，那裡不搞錯，喂你搞我就可以我廣東什麼北京什麼城你搞我得，你香港你接203出事有幾件大事內地那個一個叫做較量無聲國防大學做了一條片講關於即係一啲顛覆勢力咁樣，其中講到香港嗰度咧，數咗三件事，你估邊三件事啊？佔中邊個有份佔中啊？佔中有咧國家同埋咧香港歌呢啲近期都係03年嗰個即
一大樣啊。呢啲咁樣各樣嘅事件咧啊，國教佔中啊，雖然習近平2012年即係交咗個波俾張德江，但係佢係港澳問題嘅最終話事人，佢覺得有冇搞錯？即係香港一路都搞唔掂嘅。咁我自己個睇法就係、是，2021之前佢無論如何都一定要搞掂香港。嗱、啊，所以點解啲人吹講嗰個23條立法喺林鄭嗰個第一任內咧要去做咗？咁呢個我覺得有佢嘅合理性。喺嗰個港澳19大嗰個講法，我俾大家聽一聽，你就會知道，即係佢呢個23條基本上係背立嘅。嗱、這個咧就唔係喺頭先嗰個即係集思想入面嗰14個方向入面嘅，而係即係成份報告入面所講到嗰個專章嘅。其中咧，即係除咗一啲一般嘅講法啦嚇，要支持特別行政區政府同埋行政長官依法施政，積極作為，團結帶領香港、澳門各界人士齊心協力謀發展、促和諧、保障同埋改善民生，有序推進民主。維護社會穩定，履行維護國家安全、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憲制責任。啊，這個是講緊中央是支持特區政府的行政長官履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憲制責任。啊，那如果我們一般從一個一般的意義，19大報告是5年的，啊，這個19大報告，因為當我們20大就是這個2022年的時候，就是20大，那到時有第二份報告再講國務，寫到在面那裡了，支持你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去履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的憲制責任，這個是沒得走的，亦都係即係佢哋要搞好，即係成個所謂對港澳喺憲法同基本法制度化佢，另外要揸起法律嘅工具，張德江又嗰次基本法實施20周年喺北京嘅立法會嘅一個活動，講攞起法律嘅工具，法律嘅工具武器，法律嘅武器，法律嘅武器，咁呢啲上面係。看得很緊啊！2021對香港是一個，即係我哋先跳入習近平嗰個思維。2021税德，唔單止税德，仲超級輝煌，漢唐盛世，共產黨100年啊，三招牌，你香港搞唔掂啊？這個係在於全局係即係上面佢啊，所謂成日講，我都寫咗幾次啊，香港你。吊全國鏈子就好似個單車鏈一路行一路行，喂香港嗰匹螺絲斷鏈啊！喂我成架車行得好順喎，斷咗香港匹鏈，跟住佢就話你啦，香港吊全國鏈子，咁所以咧呢、這個集多思維2021可以輝煌，更加唔可以出事啊！咁香港。即係依家佢上面係覺得勞力嘅全面管治係即係逐漸越嚟越有效嘅各個方位，我哋覺得香港好似哇慢慢有啲變化，好似水嗰度又點樣啊？有啲嘢又做埋，你個温度又點啊？好似各樣嘢有啲變化，其實係真係變化緊嘅啊！我哋睇到嘅特區政府官員。啊！呢啲即係幾師啊，三師成幾個啊，上任之前要建立力量，下任之前冇嘅。甚至內地嘅學者喺度講，唔單止特首要述職，主要官員都要上嚟述職交代。國民
教育啊，宗旨教育，我都有寫教育部就香港教育部搞咗個互相機制，冇講俾香港人知嘅。但我後嚟寫咗出嚟，咩互相機制啊？一般我哋好陌生係咪？互相機制咩嚟㗎？係咪商業嘅嘢啊？好陌生，政府層次好少用，一般香港更加少咁嘅詞語，內地興嘅。互相機制就係話，當有個問題，我哋要去解決，就成立一個互相機制，定期啊 check 住，定期睇下解唔解決到。互相機制由原本一般嘅即係教育部一年一次嘅呢啲工作會議啊，變成一年兩次嘅互相工作會議。互相係啲咩？我會俾邊個聽？梗係地方匯報俾中央聽啦。會啲咩？教材、課程、師資、考評，從來未出現過噶。香港要攞啲教材上去傾，喂，我哋課程要攞上去傾，佢師資我呢啲炒得噶咯喎。啊，廖平啊，啊陳建文啊嗰啲啊各樣啲老師全部死得噶咯。全部拿上去傾，即係呢個喺從制度去入手處理香港個局咧，係全方位喺度發生緊。即係我估大家喺自己嗰個領域，如果你係邊一範嘅，你可以觀察下有啲乜嘢，即係好似呢啲埋灣咁樣啲水好似有鹹鴨對交界一路啊，所謂之前話紅水不犯井水啊，點樣啲洪水湧入嚟？上面是要制度化地去追呢件事啊。咁拉屎，我想講多一樣嘢，就係呢一種習近平嘅新時代咧，佢哋好上面極之否認要輸出咩中國模式啊，唔係要輸出嘅啊，我哋唔係要人哋跟我哋嘅。大家聽一聽呢句在十九大報告的說話是怎麼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了，我省略了一段，在世界上我們 高舉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途徑，俾世界嗰啲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嘅國家同民族提供咗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咗中國智慧、中國方案。這個其實十九大報告任要講，第一次出現呢個字眼“中國方案”，唔係。以前即係講中國模式啊，咩成啊，大國崛起啊，有人有反感。我依家提供一個中國方案俾你，你睇下我可以一黨專政、極權統治，啊，對呢啲民眾百姓一夜掃清，啊，唔使有民主選舉各樣搞我，牢牢執政，法律黨嘅領導，經濟砰砰聲。中國方案，甚至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一段新聞，任志剛在這個一個金融的討論會裡面和另外匯豐以前的大班，我不知道是不是現在大班一班金融界的朋友去談，任志剛甚至說現在我們有美國模式和中國的模式，剛才我說看到中國啪啪聲美國各樣的問題，我們都考慮是否加入共產黨。任志剛說的，前金管局總裁，他說我們的發展模式我們都要想，是否我們都要加入共產黨。這個還不是就是輸出中國的模式或者輸出中國的方案。其實有時上面想說的東西講我不是這樣做的，他越是這樣做，有時是即這個正話反說的，我們可以自己去看看，又看一看這個
王毅啊，外交部長，佢亦都提出咗一啲大概咁樣講法。我依家抄到，我費事依家嘥時間喺度誒抄翻個句子，嗰句仲即係露骨啊！啊，頭先嗰個十九大報告已經講到即係少少誒，佢想啊有保持自身嘅，又可以。有發展的、我給個選擇你中國方案王毅的講法還露骨下一間炒到大家講那麼時間是不是都差不多不如我們過了還有十幾分鐘不如我們討論一下不要一論嘴我講集即我基本呢、要講的都精髓在這裡當然即有一些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但是就費事壓縮了那個大家討論那有些什麼大家想聽呢？